取个名字吧。啊，行行行，大宋黑夜赐我雷霆，就叫月亭吧。月亭，叫月亭，叫月亭。月亭，月亭，这名字好。你弟弟叫月亭。亭，亭。上战场了，你给我好好守着这个家，听娘的话，多帮帮你嫂子，这个家都靠你了，记住了吗？哦。娘，自古道，家有高堂不远行。请恕孩儿不能在您的身边尽孝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
两年啊，想死你们了！岳飞火影，敢战必胜！岳飞火影，敢战必胜！岳飞火影，敢战必胜！岳飞，岳飞，给刘大人请安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岳飞，你小子娶上媳妇了，我还以为你守着热炕头呢，没想到你回来了。我刘葛没有看错人，是条汉子。刘大人，岳飞这些年没有一天不想着弟兄们，没有一天忘记刘大人您对我的教诲。岳飞这次回来就是要跟随刘大人出生入死，跟兄弟们同生共死。好。哎，如今前线告急，金人集结兵马大肆进攻太原城，皇帝吓得没了主意，文武百官是群臣无首，乱作一团。金人见我朝如此的软弱，便更加的嚣张跋扈，以武力相胁。如果太原城失守了，这局势就如燎原之火，难以控制啊。这争来斗去的，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无辜的百姓。这两年我亲眼看到百姓流离失所，青壮劳力又都充了军，百姓无家可归，无田可种，无粮可食。如果再这么征战下去的话，死的人会更多。岳飞啊，想不到你还有一副热血男儿的肝胆。我把你找回来，我没有看错你。岳飞愿为将军左右，替朝廷分忧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咱们兄弟同心，大干一场啊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刘将军说的对啊。蔡大人，您说金人真的会打过来吗？眼下的形势的确堪忧啊，不过我看他们还是老花样，送些金银财物方可无虞啊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太原乃我朝重镇，一旦失守情况危急啊。可不是嘛，这金人不像大辽九瞻王化，这等虎狼之师不可不当心啊。我看不必多虑，不必多虑啊。哎呀，袁公公，哎，皇上到底要我们等多久啊？是啊，皇上到底要我们等多久啊？你去通报皇上，我们今天有急事，必须要面见皇上。皇上他，哎呀，皇上到底在哪儿啊？是啊，倒是说呀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皇上，别让他跑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抓住他呀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小宝贝儿，你别跑啊！抓住他，你们给我抓紧他呀！他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抓住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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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小宝贝儿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啊？关关雎鸠。在河之洲，此乃神鸟啊，皇上！这只神鸟乃大宋之吉瑞呀、啊！恭喜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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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再来一句啊！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说呀！哎，快说说话呀！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，说呀说呀！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对呀，说呀说呀，快说呀！好逑，说话呀！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说呀，说呀，你倒是说呀！说话，说话！我们小宝贝儿，说好。还有，飞了！皇上，快抓住他！这可是一只会说话的神鸟啊！快快给我抓回来！快点，快快抓回来！快去！好了。哎呀，皇上，您老人家还是把鞋穿上吧。几位大臣已经等您多时了。
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爱卿们都在啊，都在，都在。朕今日是烦心事不断，扰了我的清梦。来，你看看，现在我这脑仁还疼呢。哎呀，皇上日理万机，当以保重龙体才是。我等不能为皇上分忧，甚是惭愧。皇上，李大人，你没看见皇上正在打盹吗？还是改日再奏请，回吧。皇上。太原城危在旦夕，我等朝之重臣岂能坐视不顾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这争来吵去的，搅得朕更加烦躁了吗？皇上，金人是狼子野心，攻打太原城只是个幌子，他们是用分机之策围攻东京啊。蔡大人，你有何高见啊？启禀皇上，李大人此话言过其实了吧？我们不说联金灭辽是有盟约在先的，就说区区这金兵的10万人马就能攻破我坚不可摧的太原城吗？想当年太祖皇帝出征北汉时，凭着太祖皇帝的英明神武，太原城被围3个月都没被攻下，何况这些北蛮子。蔡大人，轻敌误事啊。金朝乃蛮荒之地嘛，无非就是侵陷我朝国力强盛，这样再赏赐他们一些金银珠宝，好好商议即可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鸟来了。哎，鸟来了！哎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哎呀，皇上，鸟来了！我的宝贝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恭送皇上。刚才那句话记住了吗？哎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逑，好逑。对。皇上整日闻花养鸟，不理朝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李大人，何必在此长吁短叹呢？应该早点想对策呀。金人来势汹汹，有一日便可破城之豪言，我们总不能坐等成败，等着当亡国奴吧。王大人多虑，金人乃茹毛饮血之辈，徒有匹夫之勇，依学生之见，只要满足他们的条件，多给他们一些银两，那纷争就可以化解。你是何人啊？这是我的学生秦桧，各位大人恕他年少轻狂吧。学生得罪了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惊动太学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的秦桧啊？正是学生。王大人，你知道我这个门徒啊？王大人，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你我同朝多年，情谊笃深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哎呀，王大人，你真是看透了老夫啊。实不相瞒，我与夫人40得女，爱若珍宝，因此小女自幼娇蛮，属于管教。眼下已到了婚配之年，本来呢早年定了一门亲事，可小女嫌人家无才无德，死活不肯应允呢。哦，令爱果然非同一般呐。王大人笑话了。哎，
眼下年逾二八，这婚事总不能就此耽误下去。我和夫人甚是焦急，只是那日在议事厅巧遇秦大人，果然是青年才俊，一表人才啊。我有心牵个线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？啊，原来王大人是想给秦桧保媒呀。好啊，正好秦桧尚未婚配，我看是好事啊。哦，秦大人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这学生不敢高攀。哎，说笑了，若有你这样一位女婿，我不知该有几多荣幸啊。我你就是秦桧。不得无礼，还不快见过两位大人。秦桧见过小姐。都说你才学了得，我倒是不信。好，秦桧只是读过一些记事之文，不敢造次。世人说你词学兼茂，才华卓绝，我倒看看你是如何了得。你看我家这亭阁上无牌匾，你能赐名吗？哎，休得无礼，还不赶快退去。承蒙小姐不弃，秦桧愿意献丑。请。好啊，笔走龙蛇，颇有大家风范呀、啊。德月阁，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呀？学生有近水楼台之幸，唯愿得那月中嫦娥。好，文雅中别有深意。女儿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，爹，女儿有句话想问问秦相公。哦，小姐尽管发问。月中嫦娥，岂是那凡夫俗子所能企及的？他心系的是那射日的后裔，只是不知你的能耐是什么。秦桧敬佩的是小姐的祖父王圭大人，愿能辅佐明珠，济天下苍生。我祖父自熙宁初年开始，连续起草诏书18年，身居宰府高职16年，是史上罕有的三指相公。这些小女子没说错吧？丝毫不差。我祖父当官不弃学问，少得高科，其文章博善瑰丽，自成一家。爵位文章同时显重于一世，可以说是史上也罕有的。只是不知秦相公有什么竟敢妄想与我祖父相提并论呢？秦桧愿意口占五爵，以示心意。愿闻其详。高贤渺已远，凛凛生气存。韩范不时有，此心谁与论？哎呀，好诗啊！范仲淹范大人是王圭丞相所提拔的，
当年他跟韩琦共同抵抗西夏，才取得西北战场的胜利。秦桧，你跟这两位大人相比，可真是野心不小啊。哈，非也。学生自比的乃是唐朝第一文人韩愈，以及我们大宋第一辅臣范仲淹。哦，好，好啊。小姐，请留步。这首诗还没有名字，还望小姐不吝赐名。以地为名，题德月阁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王大人，祝贺你喜得东床啊。哎呀，同喜。秦大人辛苦了。没办法，这阵子御史台事多人少，什么困难的事情也得下官去办，什么难走的路都由下官去行，所以才浪得虚名秦长脚。不过跟刘大人你戎马操劳相比，我这小小的辛苦算什么呢？哦，好说好说。大人，里面请。嗯，好面熟，我们见过吗？哦，他是我的部下岳飞。岳飞啊，记得当年护卫韩孝胄到了京城逃走的就是你吗？大人还真是好记性，不过大人记住了人却忘了事，在下并没有逃走。好好好，秦大人不但脚长而且眼尖，里面请。众丞大人来此有何赐教？奉圣谕请刘大将军从速办理两件事情。其一，金人南犯，直逼汴京。李纲丞相一力推荐刘大将军担任四壁防御使，盼刘大人不必艰苦，共抗金人。圣上恩宠，末将领旨。你的这些部下一并随行，与来犯之敌一较高下。我等盼的就是这一日。其二，金人来书有所需求，皇上命刘大人加以斟酌，前去金营跟拓跋进行商议，把他提出的条件一一七折八扣，能减就减，能省就省。朝廷就算是花些银子割些土地，总比赔上一颗六朝风华的汴京还有几十万军民来的划算。这事儿刘将军有困难吗？办这事儿不但要脚长眼尖，更要舌巧嘴快，末将冲锋陷阵全无所惧，这与拓跋谈条款恐怕是败者多成者少啊。嗯，刘大人有自知之明。不过成与不成乃谈判之常事，就算你一条也减不了省不掉，皇上圣明他也绝对不会怪罪的。倒不如请秦大人现身说法，难保不会大获全胜啊。对对对，
还是您老去的好。这一山还比一山高嘛，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乌鸟夜鸟的占不到便宜。哎，不要对忠诚大人无礼。困厄劫乃现，危难见忠臣。事情如果落在我秦某的身上，我绝对不会有半句的推辞。秦大人的意思是，在下推辞此事，是因为没有气节，不是忠臣喽？哎，刘大人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大人，既然圣旨已下，在皇上的眼里，你应该知道你有多重要吧？知道你担此重任，御史台如秦某这般职位未低的小官小吏，真是羡慕不已啊。你还是勉为其难，接着去吧。见了拓跋耶乌，谈得来则谈，谈不来，起码有人能背着你逃回来。是不是？大人，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这是圣旨。是，我将领旨。讨我儿的小人得志。此去跟金人谈判本非易事，我有口拙。此去是九死一生啊，可我是钦差，非去不可。你们谁愿意去就去，不去我也不勉强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水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汗脚啊，哎，闷在靴子里久了，嘿，就像蒸馒头。哎呦，实在是疲惫不堪呐。哎，可是天下不太平，又得打仗，有时候啊，几天几夜都在奔波之中。哎呦，我这气力尚足，可我这精神呢，实在是不济了。就想等打完仗，早点回家，泡个脚，一身的疲惫啊。算得了什么啊？末将誓死追随将军，追随将军，追随将军，追随将军。你们干嘛想不开呀、啊？非要陪我去送死啊？末将誓死追随将军。大宋来使，四壁防御使刘葛，留下兵器。
师父，力由意而发，有意才有力。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有头猛虎，得用手摁住他的头，不然他就会扑上来咬你。面前有只猛虎，力由意发。金石，敢！站住！我叫你入帐，你怎么走了？来错了地方，自然要走。哼！这里正是我大金东路先锋总统之拓跋耶吾的虎帐，如何来错了地方？贵方是先锋总统之，本官是四壁防御使，为什么只设主位不设客位？贵方怠慢到如此程度，还谈什么三章六款公平协议？告辞了。走，走得了两条腿，走不了一个脑袋。礼仪不周，有失皇命。要脑袋，来吧，按，退下。设客位。左右对坐，刘大人，你可知道我的来历？拓跋耶吾，人称快马电刀，杀人如麻。既有底，咱们什么事都好谈。刘大人也是个英雄好汉。我们愿意给你黄金一百两，转汴京防御使为我东路先行官，共图春秋大业。刘大人意下如何呀？头生已是二姓，我刘葛宁死不为。哦，那刘大人的意思是执意要找死？哼，忠臣不是二君，京城所至，死而无憾。大胆狂徒，敢在本座面前撒野，本座断不相容。大帅息怒，我想还是请刘大人仔细想一想，到底是荣华富贵好呢，还是身首异处好？这份协议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斤论两的地方，既然刘大人全权代表大宋，那么就请在上面签字了事吧。代表一点都不假，签字嘛，还要逐项的斟酌，未经斟酌而签字，恕我刘某无法办到。刘哥，今天这份协议
一字一文都不能改。如果你不签了这份协议，就别想活着离开大帐。岂有此理，这哪里是合议，分明是逼降。刘哥，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个明白，这京城内外我都有了接应，破门而入易如反掌，到时候快马点刀，谁也勒不住蹄子，谁也挡不住血流成河。哼哼，大宋只有断头的将军，没有投降的将军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大宋还没有亡，你们不要如此嚣张！把他给我拿下！探破，呀！